这首作品，献给在座的各位嘉宾，也祝愿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好，谢谢李老师，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你。我老师麦克风交给你。好。Thank you.
再次感谢我们李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带来的这个优美的乐曲，献给我们补习的